子怡小姐，子怡小姐，能谈谈你是怎么认识小果果的吗？听说您为了这件事放弃了跟马可合作的机会，是这样吗？我认识小果果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他的故事。小果果在知道自己得病后，给父母留的一纸遗书。他说，能够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孩已经很幸福，他劝爸爸妈妈不要难过，要给他生一个弟弟。 让他的弟弟代替他自己继续活下去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居然真的能够跟果果配型成功，能为这么善良、懂事的小天使捐骨髓，让他活下去。我很幸福。不要说是一部电影了，就算现在有一座小金人在等着我，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也会放弃的。谢谢大家。 果果，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！咱们马上就好了。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出去玩了。果果，一定要坚持住，好不好？你答应爸爸要和爸爸一起去游乐场的果果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爸爸不一定会来吗？会的，子怡姐姐马上就来看咱们家果果了。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坚持住啊！果果，家属不能进宅，家属不能进宅。果果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 果果，这段时间化疗效果不好，现在病情急剧恶化，我们会全力抢救。你们尽快通知依子怡过来吧。求求你救救我们家果果，医生，救救果果。果果，果果。
麻烦问一下化验室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那边，那边。谢谢。怎么不接电话啊？秋哥，今天啊，谢谢你请我吃饭。哼，谢什么呀？我谢你才对。以后啊，跟你们新宇娱乐要多合作。谢谢秋哥。喂，对，我是易子易的经纪人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好，我是果果爸爸，果果现在已经病危了，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好好好，您啊别急，我这边马上帮你联系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刘季啊。啊，秋哥，有个事儿要你帮个忙。好，什么事儿？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。秋哥，你太客气了，你有什么事儿要让兄弟我帮忙，那不一句话的事儿。行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电话联系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秋哥慢点啊。哦，慢点慢点。喂，子怡啊，你在哪儿？果果现在情况不太理想，扩散的速度超过我们的预期，希望捐骨髓的人能够尽快赶到，早一分钟到就多一份希望，超过两小时以后就很难说了。医生，我们已经跟怡子怡的经纪人联系过了，他说马上就给我们回电话，那让他尽快，我们尽可能帮果果争取时间。行，谢谢医生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疯狂了，怎么办？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咱们的果果一定会坚强的。哎，你好，二位，请问一下，易子怡诈捐的事是真的吗？二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那可是网站头条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可以告诉我？我可以帮你们去伸张正义。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都说过了，网上那都是空穴来风的事情。易子怡一定会来给小果果捐骨髓的，也请你们不要拿小果果的生命开玩笑了。活人就是矫情。哎，对了，这次是你求我来的，你欠我一人情啊。哎，谁欠你人情啊？要不是我们精英队的法医休假了，我求得着你吗？你知道吗？烧伤但是没有烧完的尸体，是保存的最完好的尸体。因为不管过了多久，它这层碳化的保护壳，就会像保护层一样，一直保护着它里面所有的东西。你看，里面保存的多完整，还很新鲜呢。哎，行行行，快快点，快点。这小孩什么情况？小学生，留守儿童，在家里不小心煤气爆炸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一啊，不，这个小孩啊，是他的脑残粉，你知道吗？家里贴的都是他的海报。给我看看。坚持住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太好了，你终于来了。伊子怡呢？你联系上他了吗？我打电话给子怡了，他在外地，现在赶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。请问他的飞机大概什么时间会到？现在出发的话，大概一个半小时，到医院还要时间，希望果果可以挺住。好，谢谢，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伊子怡，你们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谢谢。没事，没事，坐吧。一氧化碳中毒，开了很久的煤气得发生火灾。我们还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未消化的纸片，已经送去化验了。通知单呢？应该是在死者发现之后才塞到嘴里的。他可什么时候接触的尸体呢？那个尸体是从医院送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达克是在医院下的通知单。伊子怡，这人调查过吗？伊子怡，你都不知道？谁呀？伊子怡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作为一个娱乐圈当红明星，他在上周的明星公益慈善晚会上高调宣布，自己在中华骨髓库的血样和身患白血病的小果果相匹配。自愿将骨髓捐给小果果，还签了捐献书。子怡小姐，听说您为了捐骨髓的事情放弃了一部电影的拍摄，能说说您的想法吗？果果很可爱。最感动我的是，他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。我的骨髓能跟他配型成功，就是我和他的缘分。去帮助他，我觉得就是我的使命。对于我来说呢，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但是上一周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，说是他给小果果的捐款其实是诈捐，还列举了他之前种种虚假的公益行为。这篇帖子已经被推到了各大论坛的首页，网上骂声一片，说得特别难听，说什么让他滚出娱乐圈。听说他以前是个脱星，后来以公益的名义洗白了自己之后就红起来了。网上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活泼开朗，问题是他白。活人就是肤浅。果果住哪家医院？市立医院。我刚才跟医院联系过了，今天晚上10点果果病危了，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如果说伊子怡是诈捐的话，今天晚上是肯定不会出现的。个爸爸，那就是绑架也把他抓回来啊。伊子怡在东郊买入独栋别墅，会不会在那儿？你和熊岩去别墅，老师，咱俩去趟医院。好。好，进来。局长。资料。验尸报告出来了。啊。那给罗非送过去吧。局长，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应该交给我们精英队来处理，因为呢，这个尸体是我们发现的。那你帮我分析分析，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从这个胃里呢取出的这个碎纸片上写着“妈妈钱亲”，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问我呢？不是，就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，那么我认为呢，这个的意思就是妈妈爱钱，不爱我。啊，这是留守儿童的普遍心理问题。那么这个孩子特别爱妈妈，特别希望得到妈妈的关心，但是又得不到妈妈的关心，那就他就形成了一种这种又爱又恨的这么一种扭曲的这么一种心。
局长，那我分析的，您听明白了吗？啊？好。你好，请问是果果的父母吗？我们是警察。小果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易子怡呢？她不是答应给小果果做骨髓移植手术吗？本来说好的骨髓移植手术是下个月，没想到果果今天突然就开始感染。医生说再不进行骨髓移植，那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我们也跟易子怡经纪人联系了，说他正在坐飞机赶过来。坐飞机？哪个航班？什么时候能到？他说要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能到，具体航班也不是很清楚。你们俩也别太担心了，果果一定会没事的。一子怡的家里确实没有人，会不会已经被大哥绑架了？还有，小区保安说了，这两天易子怡的车根本没有进出过小区。这倒是符合经纪人的说法，易子怡现在正在外地，坐飞机往回赶呢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易子怡并不存在诈捐的情况。曾日华，你查一下，看看易子怡是不是真的坐上飞机。好。哎，他人呢？你找谁？易子怡经纪人啊，他去哪儿了？我还要问他呢。好，我待会儿再说，待会儿打给你。警察，你是易子怡的经纪人吗？不是。我们想了解一下易子怡给果果捐献骨髓的事。相信你们都应该调查过了，子怡现在在回来的飞机上，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。哪个航班？第一时间具体是什么时间 ？MY2975， 11:37到，加上到医院的时间。应该两个小时。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个。诈捐？大家都知道，子怡做热心公益是出了名的。她当时为了非洲的儿童，都差点染上了猩红热。诈捐？太无稽之谈了吧！从现在开始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。易子怡下了飞机以后，请您马上通知我们。好，接个电话，可能是记者。这个人在撒谎。哪一句？每一句。计划有变，马上动手，我随后就到。罗非，休息，休息一下。周先生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觉得很有好感。你喜欢长得朴素有自然美的女孩，我觉得我特别的合适。周先生，你可以带我浪迹天涯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没事啊，不要担心，没事的。果果很坚强，啊，没事。小果果，没事的，不要担心。听说有通知单了，
我们有纪律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和那个伊子一有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跟我走吧。之前有人在网上爆料说他做虚假公益，也就是诈捐，还有人说他所谓的公益基金会很多都是空壳。我查过了，确实如此。文章里面还说，他之前捐献骨髓的事件就是为了作秀，他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打算捐骨髓。我打算调查一下，要是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我肯定曝光的。捐骨髓这种关乎人命的事儿，他们也作秀吗？不会吧。什么就不会啊？你也太天真了，像他们这样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以前能拖，现在就能骗。我还以为他和电视里一样。哎，来，我啊，看看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不是邱成泽的车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喂，刘飞，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。伊子仪的名字确实在乘客名单上，工作人员呢也证实了他已经登机了。所以嘛，我黑进了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，伊子仪确实没有登上那个航班。医生，医生，果果怎么样？消化道大出血，现在需要输血，你们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取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们到这边坐一会儿。一定可以等到他的子怡姐姐的。孟老师，邱胜泽呢？我没见到他人，刚才去监控室问过了，他好像离开了医院，可是又没有开车。我这边的消息是，伊子怡确实有诈捐的行为，邱胜泽一定知道他在哪儿，但是站在他的立场上，他不会告诉我。他连通知单都不怕吗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他不会逃了吧？我们一定要在大课之前找到伊子仪，让他给果果捐骨髓。邱胜泽电话一直打不通。
飞哥，王蕊在邱成泽的车里发现了这个。我看过了，不是数列，也不是螺丝密码，这有可能是一个网址，查一下。输入这个关键字，是个售楼网站。输入密码。出了一栋楼房。这是售楼网站的销售序列号，需要会员才能进入。邱成泽应该在买房，查查他最近有没有交易记录。邱成泽买楼和债券有关。有，所以他把一子一藏起来了。查到了，苏州路七号公寓。一子一被绑架了。不，是大可先我们一步找到了一子一。如果这个照片是真的话，一子一会不会已经……把地址发给熊远，让他马上赶过去。好。这就是七号公寓啊，还真是个藏人的好地方。小华，这里关阴森的，那个什么，要不你去，我帮你把风啊。干什么呢？等着。行，你别吓我啊。你干嘛？吓我一跳。你看，我找到了什么？围巾。会不会是一子一的？手机照片。你看这个角度，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。没错，就在这拍的。还有这条围巾，和一子一戴的是一样的。等等，血。一子一被转移了。有生命危险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围巾上都是血。明白。怎么了？大可不会杀了一子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彻底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。行，我觉得这边还有问题。要不要再找一下？找。别动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退回来，再动我就开枪了啊！慢慢的，朝这边走过来。邱成泽。怎么是你？你把一子一藏哪儿去了？孩子等他救命呢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只负责给他买票买楼。听说大克给他发了死亡通知单，我心里急。我，你放屁！那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儿本来要建福利院的，但后来有事耽搁，就荒废了。子一没事就喜欢到这儿发发呆什么的，我是来这儿碰碰运气。你看这围巾，是不是一子一的？是他的。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找不着他。
们把魏晶送到重科了，一会儿就能出去我。易子一不知去向，会不会已经被达可杀掉了？易子一不会死。这么确定？看着。23:37。这次通知单上居然有这么准确的时间，跟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间就是易子怡的飞机原定的到达时间。难道说易子怡到达之前，大概都不会杀掉他？给他时间的意义，就是让易子怡信守自己的诺言，按照时间的约定，给果果捐血骨髓。那他为什么绑架易子怡呢？你怎么知道是他绑架的易子怡？他给你发那张照片，虽然很黑，但是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易子怡是被绑着的。我是说，你怎么能确定是他绑架了易子怡？艾兄，好，我知道。对吧？血迹是邱承泽的，厉害。邱承泽在哪？在回医院的路上。熊岩说他手上有伤，他说是自己滑倒的，其实是刀伤。看来他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们。我们去找他。打一个电话，别的我什么都不要。我经纪人，我朋友会带很多钱来谢谢你的。老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你救救我，让我进去打个电话。我被绑架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你赶快来救我！你在哪儿？我在。老板，这什么地方？如月路1408号。如月路1408号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那你快点啊！小姐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那个……老板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哦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好了。姑娘，来，喝瓶水。谢谢老板。姑娘，我怎么总觉得你长得像那个谁呢？老板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啊，好好，你慢喝。好。程泽，你怎么才来？啊！Thank you.
拍。太黄范了！让学员马上跟这个地址。好，我没有见到他人。刚才我去了趟监控室，他好像已经……干什么嘛？来。就怪你，再来。我的问题啊。三、二、开始。这还拍什么呀？怼这么近。敏感，包括这特殊仪器。傻瓜机。不是建议。那么。别，不是绕的吗？刚才上面已经，果果住哪家医院？市立医院。再来，没拍着是吧？让曾润华查一下，对不起，曾润华你查一下，再见。你真的不能再塞了，我这个兜都快炸了。你是不是回去？是谁在等我？最后我打开，对，给你打个揪住。来，好，对，好，来，从这开始。一定要在大哥之前进来。我放心，来，下来。啊，对不起，来啊，哎，收这啊，哎，我这边是继续继续继续炸弹。OK， 再来一条好不好，浩哥？哎，等会儿我是得放回去。你把一子一藏哪去？你手里总不是你吗？对。Ha ha ha.